8月22日，朱丹七夕晒出近照，周一围并未现身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朱丹身穿休闲蓝白搭配，头发随意的扎起来，全程素颜出镜，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，和身边的人聊天，笑得很开心。他的皮肤黝黑，脸上有明显的皱纹，身材也有些发福，尤其是坐下来时小肚子凸起来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，很自信的面对大家。朱丹敢于接受自己的衰老和缺陷，也敢于让大家看到他的真实一面，这样的勇气值得赞扬。朱丹这几年经历了很多变化，从电视台主持人和演员变成了带货主播，从明星变成了普通人，但他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热情和乐观，他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让生活和心慢下来，珍惜当下。现在周一围经常忙于拍戏，朱丹相对轻松一些，他会把工作和带娃结合起来，有空就去剧组看看周一围和孩子们，周一围有空就带着全家出去旅游玩耍。朱丹经常在网上晒出一家人的合影，孩子们都很亲亲爸爸，朱丹就给他们拍照留念。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